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个题目离弃真道，不是要大家离弃真道啊，我们是要晓得不可离弃真道。好，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题目，因为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邪教，有异端啊，有一些极端啊，有一些异教之风啊，在那里吹来吹去啊，究竟我们这些信奉真道的人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够站立得住就好像圣经中保罗所说的，要我们生根建造坚定不移不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里我们看见的真道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永远的道，道成肉身的道这一个道究竟对你我有什么重要呢？我们今天一起可以从这一段圣经来看，除非在圣经中我们认定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话是足够的是完全的是有能力的我们很容易在一些事情上面妥协。在圣灵这一方面来看若非圣灵感动那些属灵的人按照神的意思写出神的话来没有人可以写出圣经。因此圣经的作者是圣灵神的灵运行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一切事上有一些妥协的时候，就会让他的信仰不坚固甚至就会离弃真道这是我们不可不明白的我们对圣灵是否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呢？你多了解圣灵，圣灵他说话他是在什么时候说话呢？向你说话吗？过去曾经说话，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一位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这一位圣灵他来了以后，对门徒来说他有很多的事情忘记了，但是这个圣灵他会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里面讲到的接着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里面讲的，这一位圣灵是让我们能够信主，是因为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会责备自己，是自己的自责，是良心的被光照，这是神他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在第十六章十三节那里我们又可以看见就是这一位圣灵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他们圣灵做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呢？这一位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是启示真理的，他的重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真道绝对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也不是世俗之道他不会高举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任何的权势，也不能迎合这些社会的潮流、迎合人的想法教会不只是注重人有多少教会也不是说看到好像有多少人觉知我们需很感谢主，但是我们要晓得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神的国神不是那么样的苛刻
要把人关在神国之外，乃是你必须靠着神的道水是借着水借着神的道来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然后我们与神的国有份，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是神让我们这些人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让人看得出我们是圣洁的嘛，让人看得出我们这些人是有爱心的嘛，让我们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以基督为乐，以神为乐的人吗？还是说我们这些人没有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君王，教会的元首，世上的君王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受的职分。如果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的良心就得到神给我们极大的一种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最后22节的地方讲了一句话，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这是非常严厉的话，但是怎么会跟我们这样的一个题目能够连结呢我们需要知道神他让我们要谨慎不可以忘掉他的恩典，否则我们不爱主的时候我们就离弃真道，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爱主的人有什么表现呢？爱主的人会觉得世上所有的一切跟主比起来都不足能够比较的这一天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恋慕的这是诗篇第73篇第25节里面所说的，这是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再一次仰望恩主。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真理中。谢谢恩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安提阿的教会中，使徒行传13章我们看见圣灵说话了，圣灵向教会的领袖说话，第2节里面告诉他们要打发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就是保罗，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今天我们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仍向我们说话吗？还是我们听不见了今天我们经历这与主同行的喜乐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印记，就是在罗马书第8章16节里面所说的。如果我们还不是神的儿女，圣灵没有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你不是地狱之子，你是属神的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让你真正的知道你重生了如果没有重生，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圣灵他是说话行事都是凭己意行作万事是按照父神的心意的在保罗要去传福音要到欧洲之前他与巴拿巴分开，然后到了这个路斯德的地方，得到了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前书他写给他的真儿子并且要带他往前面去的时候，他在亚细亚传道，在必推尼传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你能够想象吗？去传福音圣灵禁止他但是我们晓得神有更宽广的门要开，因为提摩太他是有这个希腊的背景，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所以神早就预备好要他们去做一些保罗想都没有能够想到的事情，就是把福音传到了欧洲所以今天福音是从亚洲传到欧洲的我们需要来理解神他的道解开，没有人可以拦阻然而就在教会扩充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彼得他大有能力的传扬福音，可是教会里面有撒旦各样的拦阻，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撒旦也拦阻了我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
啊，圣灵是向教会说话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有耳的就应当听。说了几次，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啊，一共说了七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圣灵都重复这样的话。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一节、第十七节、第二十八节，讲圣灵所说的话啊，有耳当听的就当听，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如此。第三章第六节、第十三节啊，第二十二节仍然是这样的说啊，一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啊。这里讲到圣灵明说啊，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圣灵明白的说，明说说什么正道，就是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啊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圣灵怎么明说呢？后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后来的时候啊，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末后的日子，就是从约翰的日子一直到现在，就都叫末后的日子。那里我们听见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啊看见敌基督者的灵啊，敌基督要出来啊，敌基督者要来啊，这敌基督就是对抗基督的，是反对基督的啊，是啊与基督为敌的啊。他为什么会出来呢？啊，因为在末时的时候，这个征战是越来越剧烈的啊，越来啊越难抵挡的。我们必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那什么人会被啊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呢？会被牵引离弃神的真道呢？啊，我们看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啊，这种人是啊从来就没有顺服过神一次的人啊，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啊，他们从来就没有信服过真道的啊，假先知。啊，这个啊、巴兰以及卖主的犹大啊，都是这样的人啊。他们也讲一些神的道理，他们也听过神的道，甚至也跟在耶稣的啊旁边啊。可是他们心中从未尊主为大啊。这些人啊，让他们贪婪的心使他们啊，他们所跟从的邪灵啊、鬼魔啊，最后啊，他们自害己命。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卖主的犹大，他的事迹是记载在四福音里面，都记载了，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因为圣经讲了，他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记啊。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他要试试看耶稣，你知不知道我要卖你呢？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以及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二十五节。当你的名字被提出，啊，当我们所做的事情被显明，我们能够啊说因这。啊，在圣经上有我的名字就得救吗？不能啊！我们需要知道啊，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样子啊发生啊，是在旧约里面，神就以他的先见早就知道，在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里面就讲的，与我同桌吃饭的啊，用脚踢我啊，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里面就讲的，他用三十块银子把耶稣基督卖掉了。请问三十块钱是多少钱呢？啊，是一个做工人的工价，也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价钱，就是把一个人卖掉。啊，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因着一点点的钱把我们这个人给卖掉，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给卖给这个世界。我们卖身为奴啊，是不值得的。我们是被神啊重价买来的啊，为了要在我们的这个身子上面要荣耀神的。好，还有一种人呢。
这种人啊，就是因为被撒旦的差役啊，这个辖制啊，被异教之风啊，这个吹来吹去啊，异教的人就引诱他们离开了真道啊，这样的人啊是很可惜的啊，是需要受警戒的。我们看一看啊，究竟哪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他不认耶稣是基督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呢？啊，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啊，因为啊，认为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啊，谁是说谎话的呢？有人会说谎话，这些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啊，不认父的啊就没有啊，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啊，不认父与子的啊，这就是敌基督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们今天耶稣说我是唯一的路能够到父那里去了，没有第二条路，你相信吗？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第三十节。然后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你们啊要知道啊，你们需要尊敬子，就是人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啊，因为啊，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如此的告诉我们。你能够相信这些吗？耶稣基督他以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今天我们需要来知道第二种啊，这个不认耶稣基督之外啊，不认他是基督，并且有人啊不认耶稣是从道神肉身而来的。意思就是说，不晓得他是原先就在的，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啊，这是啊非常啊令人惊讶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就说凡灵不认耶稣基督啊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啊撒旦的；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啊，就是出于神的。啊，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啊了解，如此你就可以分出来什么是敌基督的灵，什么是神的灵，啊，在第三件事情就是传别的福音。什么是叫做别的福音呢？啊，别的福音就是除了啊我们的圣经以外啊，还有一些书，他们把它的权威提升到与圣经等量齐观，这样的所有啊这样的啊都是异端。啊，异端啊，特别啊，我们看见是在耶和华的见证会啊，耶和华有一些见证人，他们很热心的传道啊，但是他们没有真的真正的知道他们所敬拜的是谁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啊。他们说的几件事情啊，我们要晓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否认三一真神啊，他不承认这件事情。第二，他要讲的耶稣基督不是啊道成肉身。第三，讲的耶稣基督啊，他啊没有能够从死里复活啊啊。第四件事情，他不会荣耀的再来啊。更可怕的，最后他说没有地狱啊，所以你在地上你可以放心啊，没有地狱啊啊。这个样啊 ，Charles Russell 啊，他开始了这个事情，到最后啊这个 Joseph Roosevelt。啊，继续他继续推展，直到如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传另外的福音，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啊，一章六节到七节里面也讲，也如此的讲过，就是说保罗说不可以传那个啊别的福音，如果啊你们离开那借耶稣基督之恩召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啊来明白神的福音，只是很清楚的啊讲在这些基要的啊真理的注释上面。那贪婪的人呢啊，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贪婪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简单的说，贪婪与拜偶像同罪，就是他引诱人去拜偶像，引诱人去离开真理，这就是啊贪婪。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你们都讲了，贪财与拜偶像是同罪的。
所以我们需要啊晓得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如果我们贪爱钱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啊，并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中间没有人会缺乏的啊，在我们中间，我不相信有人会是缺乏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人会因着贪恋财力啊，扰害几十家。啊，这是在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七节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小心。好，我们来看如何的邪灵来掌控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受压制啊，被引诱，被缠住啊，最后啊，让我们这个人失去喜乐，失去了见证啊。当然，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要怎么来分辨什么是神的代言人。能怎么分辨啊？怎么分辨什么是传异教的啊？我们先很简单的说一下，然后我们稍微深入的看一看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怎么说的。好，第一个哈、啊，我们先简单的说，邪灵来带领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啊，他会不承认自己啊是一个罪人，他不知道自己啊是啊为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任何的人啊，牺牲神当然啊，这些人是不爱惜羊群的，而且他说悖谬的话，随从世俗之道，他会标新立异，会啊哗众取巧取宠，他们投机取巧啊，他们做什么事呢啊，他们哦、啊、会讨好人啊，并且他们会说平安的平安的，你就平安的，会随便讲一些预言，会把一些的是非颠倒啊，会讲成功啊，神学，会贬低哦，圣经啊，甚至啊会啊激动啊，这个人的情绪会注重那些外表啊，让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且啊这些人啊他们啊高抬自己，满口谎言，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啊。这样的人啊是撒旦邪灵的代言人。啊，另外，什么是好牧人呢？好牧人必须用自己的生命的摆上，生命的见证来荣耀神，而且他必须要昼夜啊的关心别人，流泪劝诫人，啊，他必须要有高尚的啊品心，他必须要圣洁啊度日，他必须不耍权术，他不说好谗言，而且要谦卑，要顺服啊，得着能力能够领人啊归主。很多的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啊，被人污蔑，被人啊嘲笑，被人讥讽，遭到啊逼迫啊，经历患难，甚至为主殉道，这中间有很大的区别，是吗？啊，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能分辨啊，我们啊很慢慢的就发觉我们偏向世俗，我们就失去能力，失去见证啊。所以保罗有这个属天的意象跟权柄啊，他啊离开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啊，他请他们来到那里跟他们啊在一起做最后一次见面，他说以后我不会再见到你们。他得到圣灵的启示啊，他要他们务要牧养群羊啊，并且要为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这意思就是说，连长老都需要啊小心谨慎，连这些传道人啊都需要小心谨慎，因为保罗他自己就是小心谨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啊，我们很容易忘记了，我们觉得我们很平安稳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啊，我们是非常容易跌倒的，因为他如此的说，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里面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残暴的狼啊，豺狼，凶暴的豺狼啊，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想保罗最后跟他们要告别了，三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昼夜的啊来啊安慰他们，结果这个时候不说好话，只说你们中间有残暴的狼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保罗的心味道非常的迫切，他告诉他们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这些事，将来你们有何人灭亡，何人死亡啊啊！不要怪我
因为我说了，我们不要被恶者引诱，因为这是说谎者的和假冒，我们要存清洁的良心，就像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所说的，这个良心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道，就是清洁的良心啊，不是体贴肉体的，也不是要耳朵发痒要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我们如果跌倒了及时悔改，我们要站起来，免得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跟祝福。好，这是比较肤浅的啊，但是比较深入的，我们继续来看，有两件事情保罗特别提出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嫁娶的事，第二件事情就是食物的事情，境界食物。你说这两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跟真道有什么关系，这两件是人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说食色性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保罗他如何的来讲这些呢？他说我们啊要小心这些人，这些假师父们，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呢？啊，他们引到了啊一个让人的良心麻木了。什么叫做啊麻木了？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很危险，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经渐渐的远离神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曾经有一位啊属灵的长者啊，是啊带领我多年的啊，他小的时候就曾经啊讲过啊一件事情发生啊，在他啊的父亲啊传道啊，他是牧师的儿子。他听完很多的道，他圣经很多都能够耳熟能详，都能够背诵啊。然后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口才但是心中忧伤的年轻人，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信主，他知道他没有得救，他就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希望可以得救了，因为我听什么道都不受感动啊。为什么不受感动？因为都听过了嘛。那得救了没有？还没有。他怎么办？他说这个叫做 gospel hardening， 就是我的心好像已经厚茧一样的包住了，我就是我不会再受感了，我永远不好像不能够受感了啊。这样的人他自己知道的时候他还有希望啊。有一天季志文牧师来了，他讲到啊罪的时候，他一下豁然开朗啊，知道原来就那么简单，自己是个罪人，就这么简单，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主。可是我们听了太多的事情，把它包装糖衣，弄得大家弄得搞不清楚了。这重不重要？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上去哪里？这是非常重要了。我们黄子锦，我们叫他黄大哥，在欧努尼啊，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但是他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十年以来，他所得到的啊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是肺癌，是很严重的肺癌。那个我去到医院的，在 Stanford Hospital 的时候啊，他的那个 oncology 啊，就是癌症的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他说他没有看过这么样的一个病人啊，这么长久的时间，这么样的强壮，这么样的坚强啊，这么样的啊这个喜乐，他是非常正面的。一直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有二十几个弟兄姐妹在另外一间，因为不能全部一起去啊，所以两个两个进去看，看完以后在外面唱诗歌，然后戴上耳机让他听。他在那里，我在里面，好像他们允许我也进去。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很喜乐，他真的是喜乐啊！他离开这个世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你可以啊说我有比他啊多的机会健康，这我不保证我们可以预见癌症的时候可以有十年奋战而得胜的经历啊，他是得胜的，他是得胜者，我们为他真是献上感谢。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才是让他能够继续坚持到底啊，因为他没有离弃正道。好，我们今天要小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禁止啊嫁娶的事情啊，吃喝嫁娶啊，这时候是重要的。但是一般而言，这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啊，所以为什么要禁止呢？为什么要禁止嫁娶呢？啊，我们需要了解圣经上面没有禁止嫁娶这回事啊。但是不是说有一些人啊，这个不可以哈，不可以守独身，守独身是非常好的。
你说你又说那是很大的祝福，又说手读生是非常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做见证，有多少人信主啊？以前结婚的，结婚以后后悔了，有没有啊？结婚以后后悔了啊？但是你如果信主了结婚了，不可以后悔，因为是神安排的，神所这个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包括你就不可以分开的啊。今天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给你配偶的那一位是神，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在哪一方面最需要被对付，他就找一个人啊在你的旁边啊。你看有人他是多么刚强奋勇，你就看看他太太或者他先生，你就知道了呀。哦，原来神啊，你极大的智慧，我们会心微笑一下吧，啊。神他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好，那为什么啊独身是很好呢？我们注意啊，要殷勤侍奉不分心啊，殷勤侍奉主啊。在哥林多前书7:35里面讲到，这些人可以单身，可以独身，守独身。而且啊，7:32-34讲的这些守独身的这些人啊，他是为主的事挂虑啊，他不是为了别的事，为了是要让主喜悦啊。如果你有妻子，你必须要让妻子喜悦，这是神的吩咐啊。你啊，或者你有丈夫，要让你的丈夫喜悦，这是也是神的吩咐。但是不可以把这一个吩咐放在要讨神的喜悦之前，所以这就很难做了，有的时候很难。但是不要紧，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做到。好，然后有的人说，那死了丈夫的妻子可不可以再嫁？啊，请问大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啊！圣经上面说可以，可以再嫁啊。哥林多前书7:40，但是后面加了一句：若是守节，就更为有福。哎，那保罗他就告诉你说，你如果你看到那些老太太，通常丈夫过去了啊，他们都很快乐的在一起啊。哦，我们到长青团契就是这样啊，很快乐的一群老太太，很少再去结婚的，她不需要再去服侍一个人了啊。而且她该尽的职分全部尽完了啊。啊，这边没有讲老先生怎么样啊，我也就不讲了啊啊。但是有人可以独身，有人不能独身啊。那哥林多前书6:2里面就讲了，他说有的人单身会犯淫乱的啊，所以这些人啊，你就让他结婚了 啊。所以个人的领受，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是不一样的，不可以勉强人。所以这些异端呢，就告诉你说不准你结婚啊，然后啊，这些人年龄轻轻的就是起了这些事啊，结果就被他们辖制牢笼。所以异端是让你失去自由的，但是真理是让你得自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限制的。如果有人跟人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个结婚，你不可以啊，他如果说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你也不见得说是不要听一听啊，因为他说不定他啊阅历很广，他一看就看出来了，将来的麻烦很大啊。但是啊，很多人也不问了 啊。我也做过很多婚姻的这个顾问啊，婚姻的帮他们还在婚前的辅导。啊，他们都说牧师，你不用担心，你讲的这些都不会发生的，我们非常相爱的，啊，后来过不久以后，他们也不敢来找我了哈，因为也讲了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但发生到什么程度不要紧，我们说没关系啊，就现在就开始好好，就从现在啊开始啊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啊，哥林多前书7:5特别把这件事情啊讲出来，对我们很多人是有关系的。如果年纪很大了，当然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有关系啊。这个夫妻啊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啊，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有很多的人不了解这个事情啊，以为圣经上面啊很只讲很高的这个道啊，只讲我们这个人跟神的这种关系啊，这个人际间的关系都不提，其实是非常细微的提到这些事情。为什么？
这是因为有撒旦魔鬼要摧毁我们的时候啊，通常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做啊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禁止嫁娶，结果有一些的人就变成什么啊性侵犯啊，甚至有一些神职人员也侵犯啊这个男童啊，侵犯女童，我这些都可能会发生的，要很小心啊。这是禁止嫁娶带出来的困难啊，但是我们也要晓得另外一个极端啊，有一些极端异端啊，就是啊摩门教，他说哎你们这个做得不好啊，我来信我们摩门教，你可以娶很多妻子，毫无这个任何的限制，好不好呢？这些也都是胡闹啊，胡闹的事情。那圣经上面，我们良心啊，这个人的道德，一看就知道这都是邪教，这都是异端啊。但是我们人还不清楚啊，我们需要谨慎。禁戒食物，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因为我们要分圣餐了。圣餐上面为什么会有刚我们等一下要念那一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到29节？因为哦，他们过来吃饭的时候，在爱宴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吃的很多，有些人很早就来吃，有些人还醉酒，有些人啊，这个啊，就实在是不像话了。保罗就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的胡搞的，有一些啊，会死的也不少。保罗他很严厉的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啊，所以吃东西是很严重的事情。禁戒食物是怎么回事呢？禁戒食物啊，这边讲到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来领受。好，你能够感谢领受神给你所有的一切，你就对了啊。什么叫做感谢领受？罗马书14章14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就是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啊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注意，犹太人说只有洁净的不洁净的，怎么会说是没有呢？啊，保罗的所领受的这些是远远超过啊他们当时犹太人的，远远超过在摩西时代的。因此像彼得后来他看见啊那些啊这个不洁净的那些啊动物在那里的时候啊，天上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神所洁净的人不能看为不洁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来理解，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感谢主，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能够相信吗？我们中国人最阿们啊，这什么都是好的啊？为什么什么都是好的啊？我们看看，这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要谢饭。我不晓得你谢饭没有？这早餐谢饭没有谢饭的举手，呀，都没有，都很感谢主啊，都谢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都忘记谢饭，就说理所当然的啊，为什么要谢饭啊？为什么要谢饭？我劳苦得来的，为什么要谢谢神呢？啊，你没有好的身体，能吃吗？啊，如果神没有创造这些好东西，你能够有好东西吃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谢饭的时候，表示对神的信心，啊，求主洁净桌上的饮食，啊，并且为食物我们能够领受而感恩，啊，所以人家说谢饭这么重要的，从来都没有教导过，哎，就是这就是教导了，这教导你需要存感恩的心来领受神所洁净的。啊，神所洁净的，因为我们的信心就成为圣洁了啊。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里面讲的，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啊想到有一些东西啊祭过偶像了，可不可以吃？今天清明节啊，哎，有些人都睡着了啊，就一听了清明节就醒过来了。尽管啊，为什么要喜欢啊？要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啊？清明节啊，清明节扫墓啊。我请问你啊，如果我们有人带着这个包子、馒头啊这些东西到他父母啊坟上面上香，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吗？啊，也没什么不可以。你说，哎，那你带花就可以，带那个就为什么不可以？你说，哎呀，那个人死了不会人吃啊，那花他人死了也闻不到啊，这不一样的。啊，不是这个问题啊，是
我们中国人比较落实一点啊，寄完了以后带回去还可以吃啊，西方人那个花一弄完就丢在那里没了。你看我们就是真的很聪明，但是呢能不能吃，你说那个寄过啊，这不是寄偶像啊。我们不把我们父母亲当作偶像啊，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啊。在旧约里面，约瑟他去埋葬他的父亲雅各的时候啊，他是大张旗鼓去的啊，他是蛮有哀荣的葬了他的父亲，他在那里哀哭啊，所有人都听见了啊。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这没有什么错误的事情啊。但是千万不可以把它当作神来拜，还烧了香啊，因为在那个后面呢会有邪灵来接受你的敬拜，这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如果真有这些事情，我们从此切断，我们也请人啊，长老啊，牧师来为你祷告啊，切断这些啊。所以记得，凡是对别人有益处了才做啊，这是啊我们的实行上，就是世上所卖的啊，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这是保罗讲的当年的情形，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不要问说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做成的什么，那我不能吃。人家说了你不能吃了以后啊，你又想吃再去偷吃，这就犯罪啊。所以也让别人跌倒，所以要小心，不要问那么多，不要问什么缘故啊。基本上的一个原则就是啊，神说的啊，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主啊，是吧？哥尼多前书第十章二十六节，所有都是属于主的，所以因此可以吃，凭着信心吃，祝福以后可以吃啊。教导，我们有一个教导，就是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吃一些东西，旁边的有人看了我吃以后，他会跌倒，我就不吃。保罗说，我就永远不吃肉，我就不吃了，啊，为了这些人的良心的缘故，不是为他自己啊。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上面啊，神主要给我们的就是这杯。这饼，这个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活物的啊生命在他的血里面，神把他的生命借着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我们存感恩的心，在整个的啊神啊给我们的道里面，就让我们不要离弃啊真道。好，我们一同啊低头祷告。今天在我们中间啊，有人啊，心里面啊，愿意啊，好好跟随主，不要离弃真道啊。让我们啊，今天啊，就是一个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机会。愿神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位愿意的人。父神，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啊，把永生神离弃了。因为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能陶醉。哦，主啊，你曾亲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得到主你自己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若离弃真道，哦，我们就没有再有机会回转，没有再有机会懊悔。因为啊，当那蒙拯救的日子过去啊，蒙救恩的日子啊时辰过去的时候，不再有机会了。求主今天就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位还不知道自己是神儿女的，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的，就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